好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吵死了！这样子应该就没那么大声了吧？好吧，我们今天来玩这款微恐怖游戏哦。然后它是，还有无言神姐啊，你好，各位早，各位早，各位早。如果待会游戏画面有被聊天室挡到，或者是我的视讯头有被东西挡到的话呢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没有关系啊。然后，我在流那个眼泪啊，刚睡醒。好，然后这款游戏叫做沙利 face 哈，沙利的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沙利的脸。然后呢，朋友介绍给我的，说一款不错的游戏啊，目前呢只出到第二章节啊，到底是怎样的游戏呢？哦，它有两集啊，古怪的邻居跟第二集悲痛啊，它到后面最后一集不知道是第几集啊，总之老头都把它买下来了啊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据说是有点恐怖的气氛啊。好，我们来稍微试试看好了。我怎么开始？要这样子啊。好的，好，古怪的邻居，确认。就像上次那样，只是今次是从医院开始。什么鬼啊？哎呦喂啊！要许我？为什么我的脸？自制熊组织是你啊？你莫名变成自制熊组织了？超爱这游戏的，真的假的？自制熊，接起电话。喂。哦，我是沙利，沙利 face， 没事的，沙利啊，直接一个简称。很快就没事了，来看看吧。你是谁？沙利过来找我吧。妈的，这个声音真像我爸。哎呦呀！喂。似乎有些东西，但太暗了看不清楚。我们去开个灯哈。等一下，再关一次。不能关灯了。想说那只狗怎么变那样子？本来是黑白的，就一打开变成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，也太好笑了吧？可爱的拉布拉多狗狗啊，一直在老把油。嗨，各位早，我是第一次看老头直播，你好，小黄兔。我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欸，玩就对了。一把钥匙，是钥匙，按 Q， 好，我们按 Q 可以知道我们的道具是什么啊，这是写上一个五的道具，五号钥匙，好哦，应该是出去的门，没有，就直接这样开了，游戏画面现在都还蛮正常的吧，没有错，非常正常。老头失恋了，失恋的话呢，我也只能跟你讲说，他不是你走到最后的人，他是为了让你学会什么而出现的，知道吗？你只要把他当成说，他的出现必定是会让你学会什么东西，然后让你学会之后他就离开了，所以说他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，所以说不用难过，你会遇到更好的人。相信我，我们刚刚到了第一门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超像自制熊的，自制熊的女儿。O， 怎么越走越里面啊 ？H， 呜，感觉好像是用门来解密是吧？那这有没有路？没路了。A 就直接那个啦。C 也直接被传出来了，这在闻什么东西啊 ？B， 所以我刚刚第一个是对的、哦。D O，Dog， 果然是 Dog 啊！哎呀，
为什么会是豆哥呢？一堆人在干嘛？案发现场吗？而且你看这个后面，好像这个穿着黑袍的，感觉像死神，好像是死神已经定验了这个人的死亡。好，随便讲的，我不知道那是谁。哎、欸，狗哎、欸，谁是乖狗狗？谁是好孩子？狗会说啊，哈哈啊，会不会被挡住了？对，可恶，还是不要开视讯好了。叽叽嘤嘤，叽叽嘤嘤，叽叽叽叽，好吧，我只能躲在，我只能畏缩在这个角落里头了，啊，不然会挡到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可以了，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然后说为什么这个聊天室的字有点小，是不是？嗯，24好了，好，那也是。老头，你知道主角性别吗？目前不知道，因为我才刚开始玩而已。我把他活埋了，小鬼，你说呢？哇，狗会讲话。嘎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汪汪，好哦，消失了。原来这只狗是地狱派来的使者，地狱犬。哎、欸，戴安费沙一生挚爱母亲、妻子。这是谁？哎呀，为什么要爬坟墓啊？恶心啊！该不会是我老母吧？呜、哦，不含电池，尽量电池，浑身是劲 ，hot， 上锁了。密码是多少？9279527，爆了！啊，算了，既然都爆了进去啊。哎呦，你是我爸爸，你看起来超像我爸的。爸，你不是我儿子。哎，我的儿子不是杀人凶手。哇，消失了。等一下，我是男的、啊。这是你的错。哦，怕怕的，怕怕的，怎么突然开门了？妈，你妈，哎呦，哎呦，啊哟，啊，然后我就醒来了，啊，原来是一场梦，嗯，是的，这个梦很有趣啊，哦，稳郎爱郎医生，原来他在做心理咨询啊，我想到我们可以稍后再做讨论，现在你可以多说一点那具尸体的事吗？原来是有恋尸癖的人啊。哪一句啊？第二句啊，在公寓看到的那次啊。我和爸刚搬进去，我马上就觉得那个地方有点不妥啊。啊，是他妈妈过来了之后就搬进了这个新的公寓是吧？然后就出现了古怪的邻居，常常一直在撞门，啪啪啪，啊，翻云。啊，每次都要翻云覆那个翻云地覆的，吵死人了。这里是我们的新开始，为什么我要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，反正封面也是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性别人妖，哎呀呀，各位早，看医生游戏，有记录档吗？会啦，我会弄记录档，你们放心。胖的还一样帅，哇！啊，贵恭喜你以后很快就有福了，要跟红萝卜要跟萝卜结婚了。哎呀，我们终于可以放下新泽西的事情。新泽西是谁？是妈妈吗？不是吧？哇，等一下，打电话给我。不如你在我整理行装啊，行装时到处逛一下吧，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好哦。
啊，到了新的地区呢，新的邻怎么讲？新的环境，我们总是要先稍微熟悉一下附近的人，才会感觉到安全，就心里才会觉得舒服一点。啊，那这边好多的房子，哎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哎，莎莉的房间，有一只猫，这怎么念？啊，鸡什么？鸡猫？啊，我看你完全放松下来啦。啊，鸡力猫，真好呢。啊，猫咪居然，我们家有猫咪啊，我是男的，男的为什么要绑双马尾呢？可以告诉我吗？而且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，哎？游戏机可以打吗？不叫 Game Boy， 这叫 Gear Boy。嘿嘿。哎呀，不过好像要换电池了。好哦，但我都可以打电动。呀、yeah ，我感觉这是一个精神游戏，我觉得也算是吧，感觉啦。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恐怖微悬疑的感觉，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凶手到底是谁啊？真相只有一个，待会就柯南就出现了。嘿，小子，整理累了要歇一回吗？这样也不错，毕竟也忙了好一阵子了，我也休息一下好了。呵呵，我想念妈妈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孩子，我也是。新泽西到底是谁啊？我明白的孩子，但是适应这些哦。新泽西是一个地区是吧？新学期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结识新朋友了，嗯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有人都会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的莎莉。谢啦，爸爸。嗯哼，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？这里是比不上我们的旧屋居哦、旧居啊，但随遇而安吧。只要还有彼此，哪里都是家、啊。哎、欸，回头见，再见，老爸滚！可恶，没有什么任务之类的吗？我离开这里。等一下就不要跑出一个很稳重、只穿内裤戴耳机的帅哥。哎呀，你在讲我吗？我都不好意思了呢。有警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站在这里干嘛？我在避免像你这种多事小鬼头。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你看那个表情很生气，还要硬勾笔耶，哇凶！快滚！我不是受星当保姆的，凶三小干，我是你他妈的仙女教母，看不出来吗？这个警察也太凶了吧！啊，没听声音就没问题了吧？什么东西？游戏声音正常吗？还是说游戏的声音需要再调整一下，可以跟我讲一下啊？谢谢你提供照片，我拿来当手机桌布。好哦，谢谢。刚刚来以为是蓝色小精灵欢乐游戏，不是啦。老头，他戴的是石膏啊，可是不像面具吗？你不觉得很像面具吗？啊，你都是家，干脆出去全家住算了，对不对？我是来执法的，你最好给我尊重一点。凶三小，人家只是小孩子哎。警察在做事，小鬼还不回到父母身边。妈的，这个一定是一个极强极啊，那种极权父权的那种父权的那种刻板印象啊。我也想啊，你说什么臭小鬼？没事，我就知道古怪的臭小鬼嘀咕嘀咕。我开啊，别气，我们可以搭电梯呢。什么叫洗？你可以洗屏吗？可以啊，只是你有被编掉而已啊，就不要再来回来，就这样子。怎么？一楼是一颗星星是吧？一颗星的一楼103。哎呀，我们这里好多房客哦。爱迪生先生发明电灯泡的吗？哎呀，吓到我了，不好意思，容我重新再来。重新再来，你好，年轻人。爱迪生公寓4024的新住客，有何可以为你服务的哇？感觉就像服务生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这座大厦内任何事我都了若指掌，麻烦请记住这一点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可以进来吗？宿命难从，我对个人隐私有点挑剔，敬请见谅。滚！好，再见。
感觉在偷偷的跑皮之类的哦，那个修水管啊，修到一半不太方便。104没人在家，这样在家里面，哦呦吓我一跳，这是那个警官嘛，是不是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好，年轻人，你是刚搬进来的没错吧？探员，是的，长官，我跟你的父亲谈过了，看来昨晚案发时你们都不在场，那就没问题了，非常好，不要阻碍我们工作好吗？我们在调查一宗严重的罪行。是谋杀吗？我便透露。好啊，都不让小孩子知道啊！啊，之后再来怪什么小孩都不会啊，都不跟人家讲，对不对？再怪小孩都不懂啊，都不讲啊，这不讲啊，对不对？101，然后有中狗跑出来嘛？哎呦，我靠，这个是绿巨人他祖母是不是？怎啦？万圣节来讨糖果也太早了吧？我这样打扮其实还蛮像万圣节的，还蛮像的啊。敲敲门游戏啊，问爱迪生先生隔壁美女电话号码，问得到吗？我觉得游戏不太恐怖哦，没关系，玩看看就知道了。姑呀，啊，又呆又没用的死小孩，吵死了，可恶，他们都嫌弃我，被嫌弃了。看，我们去二楼看看好了。我们原本是就二楼吧。绿祖母，他讲话时摇头晃脑的，对啊，感觉就心不在焉的，有没有？202，没人在家，好多地方没人在家。201，我想没人在家，怎么会有电锯的声音啊？感觉好像木工的工人在这边打工作之类的。还有篮球的声音，嗯，谁会在这里做木工啊？203，没人在家。204，是啊，哪位？你好，我刚搬进来的，来跟邻居打声招呼。好的，请进。哎呦，我可以进来。这是谁啊？绝对不会是我，你放心，我没有他那么胖，好不好？嗨，我叫莎莉，今天呢才跟我爸搬进来。你看他的背景，好多一些公仔哦，我还看到类似像彩虹小马的东西啊，看来是个神奇仔仔呢。你的脸搞什么鬼啊，小朋友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年轻人，新时代的自我表现，我也年轻过，我懂的。只要你不要加入帮会就好了。你不是黑道中人吧？不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不错啊，嗯，啊，这怎么念？查理怎么中翻？查理吗？我是查理，你不要乱碰我的东西就没问题了。你看我是个收藏家，收藏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他们就像我的家人，跟我收藏品瞎搞就是跟我家人瞎搞，明白吗？啊，好凶哦！没问题的，先生。哎，我按到了靠背，那就好。我可以拿这个吗？沉醉在我美妙的闪亮小马珍藏之中吧。集齐全套可是人生的一大成就啊！嗯哼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洗个澡啊。你衣服都黄的跟什么样？还是说呢，原本就这样子？还是说你现在穿的一件衣服是蛋黄衣服啊？一件蛋衣服，它上面都蛋黄啊！记者眼看手勿动啊！闪亮小马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突然？等下。闪掉小马就闪掉小马，你什么脸？我的天啊，小朋友，你没看过《闪掉小马：彩虹传奇》吗？我问一下而已，那什么表情？好像没看过就该死。那是电视史上最精彩的节目啊！剧情、动作、爱情、笑料应有尽有，还有小马哦，小马，我可是说到天亮啊！真棒。我想我错了，我会再来看的。绝对要相信我啊！这就是那种有点，就是人家就真的没看过，然后硬要逼人家看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超好看，真的超好看！拜托你一定要去看，拜托，都几世纪了哦，这潮了，看了就会高潮，不是啊，看了就会很潮了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看啊！就是一直要拉路边那种没兴趣的人狂看，有没有？他叫秋里哦，是叫秋里哦，秋欧里哦。
都是有的小妈咪。好的，所以说，对，我就知道我强大的收藏让你目瞪口呆了吧，并没有。别担心，只要我在家，你随时都可以细心观赏，好不？啊，就两座而已啊，啊，就两个柜子放一堆小马跟一些我看不懂的玩偶，嗯，你的家真特别精致啊，这里可是我的小天堂，只有我和我的东西。我觉得他就一辈子坐在这边守着他的收藏品吧，感觉没有工作的样子。你是独居的吗？独居？看看周围啊，我需要的朋友都在啊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我想偶尔有客人也不错吧，晚点再来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晚点再来？晚点再来。哎、欸，他这游戏有没有存档啊？嗯，没有什么存档之类的、欸。BGM OK 吧？我一直觉得我 BGM 好像有点小声、欸，我调整一下好了，这样都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我觉得这样应该适当。这是204嘛？204是肥仔的那个收藏家啊，没人在家。203没人。这边有敲过了吗？我好像自己敲过了嘛，再敲一次看看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木工师傅在那边施工。然后这是二楼，我们去一下三楼。OK， 真的吗？我认识一个和他一样的胖的人。那个人有前老婆有小孩，叫他桶神，太神啦！怎么在那边吃东西？来02，没人在家。哎、欸，这是哇，妹子，嘿，哎呀 ，Lisa， 吓我一跳啊！真抱歉，你刚搬进来402室的对吧？今天发生太多事了，我还没有机会过来打声招呼呢。是的，就和我爸，幸会。啊，莎莉，我是 Lisa， 负责打扫这里公寓的人，确保一切运作正常。如果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，尽管来找我吧。好的。Hey Lisa， 怎么了？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其实呢，我不止在这里工作，也就住在这里，我二十小时都当值。哇，这么辛苦啊，随时应付紧急需求。别管别人的闲言闲语，这座大厦很好哦。我很高兴以这里为家，至今已经10年了。哇，住好久、哦，这地方不错啊。就是啊，有什么闲言闲语？各式各样的东西。这座大厦有过百年历史了，你明白吗？人们总是怨这怨那的，但我可不是那种人哦，我是行动派的啊。难道你新贵派吗？新贵派啊，太甜了。遇到问题，我会迎难而上。对啊，很多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抱怨，不可以总是为小事情烦恼啦。莎莉，这样做的太辛苦了是吧？说的对，像我那样专注在好事上，专注在令你快乐的事上，全心全意投入的去做。好，改变话题。那个，你知道403发生什么事吗？你和爸爸对你这里的第一印象那么糟糕，真是可惜哦。信我吧，这里一般都不是那么可怕的。桑德城太太真可怜。桑德城太太是谁？哦，没关系，可怕的事别放在心上了。附近有什么好玩的？那个啊，我有个跟你年纪相若的儿子，我想你们会很好哦。我们住在楼下，你可以去打声招呼。好，我会去找他的。他叫什么？拉瑞啊。啊，这个应该是念拉瑞吧？拉瑞，太好了，他叫拉瑞，现在应该在地牢啊。坐牢，你可以跟他说是我遮你过来的吧。升降梯到地牢要钥匙卡，这张卡，呜，有嘞，有钥匙卡啊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别讲了，好，结束，再见。我们可以去地牢找人了。啊，这边过不去。我认识那个叫老头的，是因为我是他的胃。我的胃！我们去地牢了。哎呦，地下室吧，讲地牢好奇怪啊。洗衣机，啊，真讲快点用得到。这有写辐射什么东西啊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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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
哎呦，贩卖机，这些都是美味的美味的垃圾食物。哇哦，看到了，这是他儿子。这个右边这墙上应该是他的祖母跟啊、哦，他爷爷跟他的奶奶。把石板还来 ，keep out， 啊 ，keep out， 什么？嗯，拉瑞，你妈叫我过来跟你打声招呼，我刚搬过来。喂喂喂，进来吧，门没上锁。哦，我吓趴。主角看起来像是厌世派的，取名是音译，只要听得懂就好了。哇，面具很酷耶。是啊，还蛮酷的。这是人工义肢，哦，所以说我是因为毁容，所以说戴这个人工义肢，所以说我不是故意要这么戴的。哦，见鬼了，对不起，不要紧，再糟糕我都试过了，你喜欢就好了。那你是没有脸孔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想说那个了。好，转移话题，我是拉瑞，哎，哦，我妈在这里，我是莎莉，朋友都叫我莎莉，不然呢？沙莉 face 啊，沙莉脸，沙莉脸庞。我刚跟我爸从新泽西搬过来。沙莉 face， 说实话，我想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朋友，所以他一开始都这样叫我，感觉是从小被霸凌那种感觉。我就想要是我承认那个名字，那些混蛋就不能以此攻击我了。你真的很难捉摸啊，沙莉，你这是个怪人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很投契的，哈，你妈也这么说、哦。母亲全人全智，为什么你会住在这个地下室呢？我妈说这要，说是要防止鼠患，为什么？但我肯定他是唯靠靠维修功夫免缴租的。哦，对了，他妈妈是这里的打扫工人啊，这样也好啦，我不介意他。他不在家时，我把音乐开到多大声都没问题，这个好。对啊，这也就像是我的蝙蝠洞，衬衫很好看。谢啦，这是指莎莉 face， 嘿，我有自己的服装品牌，没错啊。哈哈，其实这是一对叫做什么？这怎么念啊？有些英文不太会念。啊，总之是一个金属乐团。你喜欢金属音乐吗？不知道。是啊，你很快就接触到，听听这首吧。这是他们在首张单曲，大碟快要推出了。哦，要嗨了吗？要嗨起来了吗？哦，要嗨起来咯。哦，哦，把画面拉近是怎样？哦哦，哈哈哈哦，超嗨，超嗨，哦。哦，我的头也在甩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停。哎，403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嘘，小声点啦，老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凶手在这座大厦里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现场看到的。你嗑了药？我想是啊，老兄，超可怕的，搞不好凶手就是他。你知道谁干的？对，绝对是，绝对是那个。那个 Charlie， 204那个怪胖子，他戴着手套，应该是不会找到指纹什么的。怎么了？好的，那个桑德城太太家的厕所塞住了，要我去看看。刚完工收拾东西，就听到他闯进来，精神错乱似的在吼。哎呦，我知道你的好事。这是谁？他是说什么？Hellman 应该是这样念吧，跟我说清楚了，臭婆娘啊！然后他想安抚他，但没说几个字，他就把他喉咙割开了。我吓呆了，怕得完全僵住了，老兄，我只敢从浴室缝里面偷看。总之一切发生的太快，他马上清理现场离开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。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，我妈也没有，但我相信你，是真的假的啊？凶手是他吗？你不该跟警察说吗？我有跟那个警探员说，但没证据，他不肯听，证据不够啊、哦，这是要讲求证据的。103那家伙是什么来头？
那就爱迪生先生是这里的房东，哎呦，他是这里的房东啊，我从没见过他离开自己的屋子，哎呦，总是从邮件槽跟人说话，他是个好人，有点怪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他泡的茶很有名，跟他说，爱迪生茶，拜托感谢，他会给你一杯。爱迪生茶，好好，我去爱迪生茶。哎，无线电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啊，是无线电扫描器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我改天再说。不过呢，你让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伪造通讯引开警察，让你溜进403，或许你可以找到那些他们没留意的证据给那个探员。哦哦，有出路咯，跟你玩玩而已，我会加入啊。反正我早就想喵喵那个单位了，真好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通告有银行抢劫、歹徒挟持人质，这样一定会有这个把这里的警察都换走。我想在他们发现是虚报之前，会争取到一点时间。好哦，好好好，也许说成是磁械行动汽油站或是药房吧，比抢劫更有说服力。嗯，说的也是。不过沙利，这个拿去回到家里准备好就通知我。按下 Shift 可以通话哦。哎，兄弟，我在这啊，呆子，骂三小，不能试用一下干。哎呦，我们现在拿到了通讯器了。摇头丸，理智的堕落。刚刚那名字是何曼。好的。嗨，你好。蛋黄安安，各位早。所以说，哎，这间我还没进去过，哎，上锁了。他说那个人是那个胖子是真正的凶手，是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哎呦呀，那是啥鬼？哎，过不去了，哎，怎么突然虚空顺动啊？吓死人了！哇，这条厕所，哎，呜，好可怕哦！哎，厕所可以开灯嘛？有没有灯？好，算了，感觉没有灯。我们先去101楼找一下房东好了，然后去跟他要咖啡。你好，年轻人。哦，原来难怪这么的礼貌哦，原来是个房东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真的呢，久等了，先生，请慢用。茶。好，感觉没什么屁用。104，哎，等一下，把他引开嘛，是不是？嘿，长官你好，沙利。我想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们告诉他看看好了，是不是那个拉瑞跟你讲的啊？我不能信这种犯罪有犯罪记录的少年。好，所以说那个少年有犯罪过就对了。听朋友们勿洗屏啊，对啊，不要洗屏。老头的头发挡到眼睛了。我的头发挡到眼睛？没有吧？你们想帮忙，我是很欣赏啊，真的。但除非你们找到这实质证据，不然的话就在散播谣言。看一下，准备好了，我要先回到家里。好，我要自己先回家。我是住几楼？403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回去。好，我们住403，哎，402是不是？好像是402的样子啊。对对对，好的，好了，我在家里了，要开始了。我现在就发出讯号，等一下吧，要把警察给弄掉，我们就可以过去看案发现场了。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们再回去一楼。要在那个警察回来之前溜到403。哦，在这里啦。哦哟，要求我。那这个门被破坏掉有没有？有张破烂的茶几，还有一点书。有重要的讯息吗？我只看到杂物而已。好的，再看看，一定还有。调查。老兄，这真的是超猎奇的。就是说啊。上面那幅画，那个女的是被杀的受害者吧？啊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哎、欸，
结果他也有彩虹小马，会不会他们两个都是很喜欢这种东西的、啊？有些模型似乎少了一个，有一个位置没有血迹，那、啊、代表说可能他把他那个彩虹小马的那个玩偶给抢走啊。按 W 地图哦，我现在知道哎、欸，是这个了，我知道怎么揭发他了，离开那个地牢了吧？啊，直接叫我回去。张德成太太和这个查理啊、哦。哦，都在收集那些怪玩意，还是超狂热的。桑德成太太有个限定版什么的，我帮他维修厕所时，他跟我提的，所以他就因为为了这个被杀，忍不住要偷，所以说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吵起来，有可能啊。那家伙老教我鸡皮疙瘩，让人很不安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太疯狂了，绝对要抓到那家伙。我们不能跟杀人凶手住在一起，就是啊。所以你要去这个查理家，看看能不能啊找到那个玩具。等一下又是我，我溜进403的啊。啊，他说查理不喜欢我，不会让我进去的。他误会我偷他的零食，零食啊，死胖子。算了，好吧，我去，不然我会睡不着的。好，靠你了，查理。袋子拿去，用这个把玩具包起来，不要用刺手碰到。怎么会觉得你有前科？哈、啊、哈，没有啦，我电视看太多了。啊，他就是有前科啊。我可以先问他，我跑进他的家里，但是不能接近他的东西。看来你要想别的方法移开他的注意，有什么提议吗？吃货收集狂，好的。103那家伙什么来头？这个已经问过了，不要。我好喜欢画画、啊，哦，还有电动可以玩的 PS Pro。乔里欧，可是我叫他查理比较习惯嘞。哎，我们可以去五楼看看啦、啊。通告：本楼进行维修，为安全起见，请从最近的出口离开。哇，全部都上锁了，我只是好奇上来看一下而已啊。哎，这里有个小洞，哎呦，看不到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李轩，我就假装没看见好了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哎，哇，视线对焦，啊，热情你和我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怎么突然进来了？我不知道这里有人住。那个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他一直在摇头、欸，哎，你不该来这里的。抱歉，我只是想认识一些新邻居，还有不祥啊！这座大楼有可怕的事发生了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？感觉像神经病。哇，有人敲门了，哎、欸，又不见了。哇，虚空顺动消失了。哪里啊？为什么不玩创世纪啊？就不想玩啊？浴室奇怪的门上锁了。为什么主角要带那个东西？因为他好像毁容了，他带这个是一只，就是也不算一只吧，就是有点类似像是固定他的脸的形状吧。他的脸被毁容掉了，带这个有点类似像是在帮忙恢复原本的形状的样子。欸、警察又回来了，这是我家，我忘记飞在几楼了、欸，看来只有三楼了吧，或二楼。我猜之后主角把面具拿下来，凶手丑哭，直接被丑哭是不是？没人在家。应该是二楼吧？一楼吗？不是，是二楼。可恶！
哦，我超迷爱迪生茶的，拿来！哇，他爆茶抢走了，这王八蛋！美味啊，松弛啊，什么松弛？我靠，睡着了！哇，直接睡着！啊，稍微打瞌睡了。希望你不是在盘算趁我睡着的时候碰我的东西。我开始对你有好感的说，做梦也不敢啊。啊，这个叫秋里曼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讲说这叫什么？秋里曼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是说，要是你还有爱迪生茶，我还想要啊。爱迪生茶今天不肯再给我了。他爆茶喝掉，然后睡着。所以说这家伙需要更多的爱迪生茶，是不是？我看可不可以再多要一点。他的肉松弛了，没错。又有了，然后再拿去喂他吗？我又跟爱迪生先生要了茶了，太好了。怎么爱喝啊？看没用啊，他一定会醒来啊！哎，可以的话说句话吧。好的，他叫什么？叫我回去跟他说句话吗？还是怎样？我现在无解了，卡关喽。这边在吵，去找他一下好了。不是这里，刚刚这里不是有发生一个奇怪的黑影吗？看也不是这边，我觉得主角最后会杀人，或许吧。一切都很难定夺，都看起来怪怪的啊、哦！我给这个秋里曼啊，管他是什么鬼，我先选这个好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闹鬼还是怎样？什么够了没？啊，不，只是我有点不祥的感觉。住在三楼的小胖子通常都不会看不到。不过也没差，我不相信有鬼，我就从来没亲眼看过，你懂吧？也许吧。好，我已经给他喝茶了。好主意。啊，我想那个会让他马上睡着，会啊，但是时间很短。这样啊，说不定有其他方法让效率强一点。这个已经说过没有屁用啊。看来需要再拿点什么东西之类的。我一点想剧透，我觉得剧透就不好玩了啊，对不对？剧透就不好玩了啊，被知道了就没有什么乐趣了，是吧？他说三楼有一个小胖子，可是我应该这里可以过来，哇，这个怎么念这个英文？恰奇吗？恰奇，恰奇。下去呀！哇，有被禁言了。下去，胖子叫秋六。是啊，沙莉，我是沙莉，刚住进来的，你可以叫我沙莉 face。啊，我是秋吉。啊，秋吉。嘿嘿。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你的花名怎么得来的？什么花名？哦，没事。你觉得这大象闹鬼吗？怎么了？你有看到什么什么？对，我想是的。我就知道我不是疯了哈。你也见过那个老人？老人不？我想那只是个流浪疯子溜到五楼过夜而已。不过我见过很多东西啊，老兄，比那个老头怪诞多了。
像是物件自己移动或是有怪声之类的，你懂吗？我跟别人说过，但没人相信我哦。好，我相信你，谢谢你。哦，我见过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女孩子，我还以为是个流浪汉的女儿，但她凭空消失了，所以我才用钥匙啊紧闭了浴室门，太可怕了。等一下，你有504的钥匙？对，在地上捡到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进去，那里有鬼，胆小鬼。不如你把这个钥匙给我吧，我要去里面看。我不要白给你，是说你可以找点东西跟我交换。妈的，一定是要吃的，你看嘴巴那边吃的跟什么一样。来交易吧，你肯借我钥匙的话，我就给你茶杯，好，给你茶杯。你有钱的话可以拿来交换，我的零食快吃完了，那给他 Game Boy。不要，那个我也有，给我糖果或是钱。好吧，这家伙真是王八蛋。对讲机不可能换啊，这家伙要食物啊，这家伙要食物啊。我跟他见面了，哎，太好了，你们有机会见面真好啊，我也这么想，再交到朋友真好啊。这个拉瑞是个好人。我就知道你们会很适合的。要帮忙吗？你是在取笑我同一块地砖刷了这么久吗？那个，我想做人一丝不苟啊，但是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也会失神，忘了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也一样。我想你是富创作力的类型，跟我家拉瑞一样啊。你们这个两个相处来得太好了，有时候他教我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啊！我不该为了这种事情打扰你的，要积极一点。哇，不理我了。哇，没有其他话可以问了。最后还要食物啊。我们稍微问一下。啊，靠，要飞到五楼去了。对讲机问一下好了。哎，没有用。他永远都是那个动作。哎，对哦，自动贩卖机哦，可是要钱不是吗？自动贩卖机地下，这里吗？不行啊！我们看有没有办法跟他拿到钱。不行，他完全不理我。该怎么做？我们去跟老爸要钱好了吧？爸爸，我要钱。爸爸不知道在不在啊？你刚叫 Lisa 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叫我真名，我以为是爸爸在叫我。你也叫 Lisa 啊 ？Lisa， 爸爸咧？爸爸睡着了，起码他在努力了，没有酗酒度日，没有放弃生命。哇，是硬币耶！吼，果然老爸就是屌，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我们的老爸，史上最强的大老爸，太棒了。来吧，啊，给他钱啦，靠北哦，不用自己买。给那个胖子钱。妈的，吃死你。好，我们拿到钥匙了。504的钥匙。去五楼吧，我们终于可以去厕所了。感觉又有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可以把那只猫拿去给小胖吗？不行。502，这个没有门牌啊。501，所以说我们要往右边走。他说他把这里锁起来了。Oh my god！ 这间啊，哦，有人在吗？没事的，我没有恶意，不会伤害你的。哎呦喂啊，真的是鬼欸。你是啊，我叫 Sally Face。
你的名字很有趣，你不怕我吗，沙利？不怕，当然不怕，那就好了。为什么你会绑上双马尾？女孩子才会这样做啊，傻瓜！哈哈，谁说女生才可以绑双马尾？我也很喜欢马，很喜欢马。我没想过这个，哥哥你真有趣。我果然是个男的。刚才你怎么哭了？每次我找人说话，他们都会逃跑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。我明白的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寂寞，孤独一人一定很难受。哇，居然可以跟鬼沟通哎，好屌哦！那个，其实我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，还有什么？另外一个鬼出现了。嗯，啊，又消失了。哎，小妹妹，你还在吗？哦，感觉谁来了、啊？要死我！嗯，这说不定会有用，不过要带点东西跟它混合。泻药哦，我大概脑中浮现了一种方法，可以把那死胖子赶走了。我们应该弄个咖啡来的，不是咖啡，那个是什么？爱迪生茶啊，爱迪生茶。在这里干嘛，查理？查吉啊，我也想知道啊，我以为你不敢进来。我是啊，不过你上来太久了，我来看看，确保鬼没有伤害你。谢啦，老兄，我很好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那就好。我在想，把那个钥匙你留着吧，反正我不喜欢这里。你看起来热衷多了，好吧，我也不要管他，一言为定，滚，再见。我们再去弄个爱迪生茶，加个泻药，把那个胖子拉死他。番茄炖鸡屁股汤、啊、你明知道我最讨厌吃这种东西的，一定是老姐爱吃的东西。啊、我们加点泻药，加点辣椒。我还不谢死你！啊，这个在一楼。我还以为她是女的，我刚开始也以为她是女的。来，给我查，谢谢。安安，各位早。谢谢。嘿嘿，这绝对可以叫那个怪咖忙一阵子了，棒，棒，太棒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玩偶了。他在几楼？四楼哈，这叫不对，这不是四楼，三楼，我又忘记他几楼了，啊，二楼啦，哎呀，大，二楼。应该是204。哎、欸，死肥仔，我又另一杯了、欸，拿去。嗯，这是爱迪生先生测试中的新配方啦，真的，我已经喝了三杯了。我们在骗他，这个比以前哦、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我甚至啊，我觉得要试试给我啊，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喝了吗？的确更胜一筹啊！他到底是怎么？啊，要去了。我想直接错在这里。不行，我失陪了，太棒了，东西入手。嗯啊，嗯啊，臭死啊！肠胃不适。好了，我们拿到了，装在……哎呦，还染血。把证据交给探员，那这个证据就很充足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终于明朗了是吧？又或者不是这么的简单也说不定。可以一直拿爱迪生茶吗？可以。哎，长官，我有证据，让我看看。好，这个是秋丽的吗？你是怎样得到的？我跟邻居打招呼，就是认识其他人啊。我在家跟他聊天，他让我看他的玩具。那时候我发现其中一个玩具有血迹，我想这一定能帮得上忙，就用午餐袋把它包起来了。哇，是个训练中的小侦探啊！哈哈，不错啊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不过记者，下次你要过来通知我们，而不是以身犯险，好吗？好的，长官，没问题。
好，他走了、欸。哦，这边可以继续走、欸，哦，可以离开了、欸，可以出去外面耶。哎，哎，做得好，你先歇着吧。是破案了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被带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发誓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啊。抱歉，可是你的玩偶上面有血迹，四下无人，于是我从窗看了进去，遗体，哎呀，哎呀，直接头破血流啊！结束了，那实在相当可怕，何况你当时年纪还小。哎、欸，这是我长大的时候嘛，才15岁就目睹两个惊心的场面，一定对你造成很大的创伤。对，我想是的。而且多年以后，新证据终于证明是被误判有罪的。哎、欸，所以他后来是被误判了、啊。那到底凶手是谁啊？啊！哎，你好，卡牛皮。睡觉了，晚安。他怎么出来这么快？对于他做了多年冤狱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不相信不是他做的。对，你有说过。那拉瑞呢？他怎么了？我说过了，那家伙跟我到高中都是好朋友。哦，所以说他从小认识这个拉瑞之后，他们就一直长大，到了高中都是好朋友。那高中以后呢？说过很多次了，毕业后我们失去联络，我不知道他在何方。似乎每次提起他，你都会情绪激动哦。我只是不想，不知道重复同一个问题对事情有什么帮助。你不是要来帮我的吗？我理解你的挫败感，莎莉。真的，我想帮你，但看来你还有所隐瞒。你不对我坦白的话，我是不帮不到你的。哦，你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吧？知道。嗯，很遗憾，今天的时段结束了，经理咨询结束了、啊。等等，我关于拉瑞的，抱歉，莎莉，你知道他们对时间有多严谨，请留待下一节再提出你的想法吧。下星期是你审判前我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希望你会让我帮你审判。所以说他还犯罪了是吧？哦，要走了、欸。哦，戴上了面具了。我不认为你是杀人凶手，莎莉啊。所以说后来我也犯罪杀人了。哦，我现在是罪犯欸，081486。或许只有你这么想了。所以凶手到底是谁？没有人能够知道。